这个金庸症，但他说接下来四年他也会好好努力，希望四年之后还再对到干掉。那你自己呢？其实也是面对这么强的这个对手。其实比完赛了嘛，那自己就是希望可以，因为会要就是回台湾后，自己也会先回学校，就是离开国训去做调整。因为其实，在国训我也从2018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正常的大学生活。那其实教练也很辛苦，就是其实自己有三个小孩，但也非常愿意陪我在国训或是国外这样拼搏。那其实自己看了，我也觉得教练其实也很辛苦。所以觉得说，人家应该好好陪他的小孩，而他放弃他们陪他的时间来陪我们练习也是一样这样子。那我觉得可以去重回学校充电一下，那这样子，这也是我大学的最后一场奥运这样子。那我也会就是告诉自己，那未来也要好好去努力。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奥运金牌，或是金庸症，或是韩国所有选手，我自己也想要成为那无敌的存在。